为什么抱着怀疑，爱并不是都自私自利，虽然难免一些坏记忆，伤害情是巨细引力，不再犹豫，终究还是要过下去，不管是笑或哭泣，所以别轻松好奇，其实生活充满惊喜。令人太紧太难以呼吸，重复每一天等级怀疑，到底你是独立个体还是自己，任其谁都有权利选择心情高低，所以快跳去荆棘，明天的精彩可以预期。